大家好，我是张慧文，我正在拍摄《精品购物指南》封面大片，请大家关注《精品购物指南》iLife TV。我觉得大家这个团体特别的专业，就特别的热情，我觉得就是拍得非常顺利，也非常愉快，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愉快。电影是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，它是从细节上打动每一个人的内心。我在其中是扮演陈老师和巩俐老师的女儿丹丹，是丹丹，她在剧中是一个非常倔强、有个性，但是非常单纯的一个女孩。我觉得打动我的应该是我剧中父母的爱情。就是一直在忠贞的爱情，非常一种无私奉献的爱情，让我非常的感动。